闪烁奇妙的灯塔，没有翅膀要怎样的去到达？勇敢伸出你的手，握成关爱的形状，还有什么不能够去跨越？像婆婆一样在空中飞呀！啊，以太阳的指引，赐予你七色的光芒，给你风的翅膀，自由的翱翔吧。嘿。飞起来了，起飞喽！我在飞，我真的在飞！哎呀，我会飞了！哟吼！不错，有了这东西，我应该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。看够了没有？难道你拿回了晴雨花吗？婆婆，我正要告诉你呢。哼，你怎么敢乱动我的东西啊？哦，这笛子是你的？当然，难道是你的？你赶紧给我说说晴雨花的。婆婆，你身体好些了吧？嘿，小小的攻击就想打败我，简直是妄想。婆婆最厉害了。晴雨花我是没找到，不过我碰到了你的姐姐。哇哦，呦呦，好刺激呀，耶，好喜欢呐。婆婆，你是怎么让那些木头跳舞的？婆婆有一本宝典。宝典？你只要学会上面记载的方法，就可以和婆婆一样了。婆婆，那本宝典在哪儿啊？欢乐宝典？难道在她这里？哎，
婆，这次不会搞错了吧？哇，婆婆婆婆，让我看看。不是欢乐宝典，差点被这疯老太婆骗到。这小姑娘可要倒霉了。你看啊，只要学会上面的口诀，就可以像婆婆一样让这些柴火跳舞了。给。哇，这是上册，还有一本下册。那根本不是宝典，在这欢乐之城，只有欢乐宝典才拥有扭转天地的能力。您传我宝典就是我师父了，师父在上，收徒弟一拜。小傻瓜拜疯老太婆为师父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你要不要试试？好啊好啊。胡萝卜一根，陈醋半两，糖三钱，盐一钱。婆婆，这是怎么样，玄妙吧？好好学习。哎呀呀，我要找妹妹回来吃饭了，你在这里好好学习，婆婆很快回来。那个疯老太婆，她根本不是我的姐姐。晴天婆婆，那她为什么和你那么像？而且你们拥有一样的房子，一样的木马。你要不说话，那就让我来说吧。那位婆婆家周围阳光明媚，四处奇花异草，所以那里才会叫晴天花园。既然晴天花园在那里，那么住在晴天花园的当然就是晴天婆婆，而你就是她的妹妹。够了，她不配做我的姐姐。哼，你承认了？不错，我就是晴天婆婆的妹妹，阴天婆婆。哦，怪不得这里总是阴沉沉的。这样有什么不好？我讨厌阳光。老师曾经说过要避开笛声，那个笛声出自你这里，它使我们迷失方向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其实你们并不受欢迎。我本以为是那个疯老太婆来找我的麻烦，在这之后你骗我们，说你就是晴天婆婆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帮你凑齐五仙草。我得承认，你们的确很不一样。哼，不过我也帮你们打败那个追你们的家伙，这样不是很公平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和他在演戏骗我们。哼，没想到你知道了这么多。能知道这么多你还真不简单呐。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为什么晴天花园中有一个和你门前一样的大洞呢？哇，这是谁留下的？哇，好深呐！我收回刚才的话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明白？机器疯子教出来的都是笨蛋。住口，不许你再说我老师。既然你不服气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个晴天花园其实就在我家的下面。怪不得我们穿过风暴以后会遇到倒着飞行的人。我们飞向了晴天婆婆家的下面，在我看来，她在我下面才对。
吹动我的衣袖，夜空里星星闪烁的地方就是我奔跑的方向。那终点偶尔模糊，一个人也会害怕寂寞，你手心传来灼热的温度，驱散我心中的疑惑。